五块钱的饲料几个小时？多少钱？一个勺子嘞。多少钱？一个勺子。来来来，勺子没大小。这锅挑的能干。你不瘦这锅。多大？再长啊，压锅。真是能吃，这锅就是能吃。那啥子半小钱压个三分之二没有，你看看你看纯不纯，这从唐山带过来的，俺是从唐山带纯，这够纯，这从外边弄过来锅都纯。那不是那锅，那有的锅都木锅，那你听着你看那个木，你看昨天的锅没八百，几年了，几岁了，才一岁半，二年多一点才下一锅粥。回来看看，一样，我那鼻子大，大鼻子大。这不行。我那个压锅，我那鼻子大。压锅比这大点。长得不大。嗯。压锅长得大。这锅啊，这锅容易有点头。不容易头，他自己上上去。不是。你喊他上去。对呀，你都不是喊，一喊他上去了。我下开车。对。这我一开车，好吧，那你。他算那啥了？不能留下。最多，你这想卖的全便宜。我可这干好几季了，卖俩拉布拉多，又卖一个，厂那上一窝狗，今年春上卖的。那也要喂着吧，还要江小狗呗。我地方我咋没放吗？嗯。喂一年多的狗，我连一块盐巴都没见，六个小狗全部都叫人蝎子管住了。那你蝎子他连块盐都他能，我要去蝎狗了，来吸块盐。我说我好得管他盐吸。你说你气人不气人？你管买肉，买到门子那，那印户。哎，为了印户，我瞄一转，他要啥我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在他那，他是欢迎你。